台股十三号跳空开高，以22217点开出，随后持续走阳，盘中一度大涨将近390点，但尾盘涨幅收敛，中场上涨263点，以22312点作收。电子全指股部分，台积电十三号除息，一开盘就跳空，以923元开出，秒填息，为季配息以来第15次在除息当天填息，盘中一度冲达935元，再创下历史新高，市值也突破24兆元，收在919元，也创收盘新高。联发科最高涨到1400元，收在1385元。鸿海最高195元，收在192元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